丹桐物业金辉花园，由新鸿基出品，同港铁大围站以及巴士站只是相距几分钟步程，周边民生商铺、食肆林立，又有街市，起居生活方便。物业于1985年入伙，单位供应量只有192个，但不时录得二手成交。金辉花园以细码单位做主打，大部分是实用面积300几平方尺的两房单位，其余是实用面积500几平方尺的三房单位。两房户一律采用眼镜房开积，而三房户就以长形厅设计，户户客饭厅均无窗台，空间更为实用。金辉花园设有地铺和网球场，设施不多，但大围站上盖将会有新项目落成，包括大型商场，将会增添购物娱乐的选择。